这个靴子挺有特点的，外边是钢筋，里边装满了石头。这边的水流看着没有那个激流公园的水流急。这公园比激流公园更大，激流公园呢更适合徒步，这个公园呢更适合在里面骑自行车。这个公园整个里边都有自行车道啊，很多人在这儿骑自行车。
这个公园停车场是收费的，但是收费比较便宜，大概我看了一下，应该是3块钱停了2个小时吧。这边草坪维护的比较好，整个草坪一看都没有其他的这个蒲公英什么的。而且这个草坪上比较干净。
这是鸭妈妈带着一群小鸭子在游泳呢。
停车时间快到了，先在车上歇会儿吧，还有20分钟吧。整整跑了一大圈，围着这个公园。